结局你们知道吗？一个共产党却像是在为国民党人的内斗而痛心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理解？我们谁都不跟，只跟你。曾文，别放弃我，只要不是十恶不赦，就有可能被拯救。对共产党来说，就这么简单。出啥事儿了？那个锅呀，碎蛋糕，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，我扣你工钱。就别去，我扣你工钱。妈妈，等爸爸了没有？骑大马。哎呀，骑大马啦！哎呀，妈，爸爸跟着我的小妞呢。雨香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告诉你，我没给你丢人。你怎么了？挨过捆，受过伤，但是我都从容淡定的挺过来了。博九，你想撒娇就撒，你别装。我娶你！哎，来，过来。哎，王嫂，王嫂，咋没见你家男人呢？你连自家男人都看不住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傻丫儿，别找了。爸爸藏在妈妈的身子里，你看不见的。以后，爸爸就是妈妈，妈妈就是爸爸。走，咱们回家，爸爸妈妈给傻丫做好吃的。上峰的计划设置得非常精密，是我们在一开始有些轻敌了，以至于发生了老狼这样的事情。好在随后我们便调整了心态。肖掌柜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个政客了啊！长虎，咱有必要把错误往自己身上揽吗？哎，这老王的牺牲啊，我们大家都有责任。事儿都过去了，长虎。日后我们大家对王嫂还有傻丫多照顾一些啊。我们接下来任务是什么？没有新任务，继续在八下镇生活。还是生活？现在已经是过去了。如果生活是为了抵抗潜伏，现在就应该结束了。除非军委认定鬼子还会打回来。哎，
不排除这一可能性啊。所以上峰，你这是顺着我的逻辑在编撰呢。你没必要对自己的同志使用预审技巧。我只是想知道生活这个任务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景先生，实施行动而不过问行动，这是特勤的基本原则。哎，各位各位各位，现在坝下镇都是国统区了，我们的任务只能变得更加的简单。哎，你们说，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，我们过了这么多年，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应对不了的？事实上，生活一直在给大家创造乐趣，让我们品尝难得的幸福。哎，就这么生活下去不好吗？不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李松文，啊，我希望萧月说的没有错，这里都是自己的同志。紧不紧？不紧。硌不硌呀？不硌。不硌。哎。爸爸，为啥武工队的阿姨说龙九叔叔是汉奸呀？啊，那是因为龙九叔叔以前那身衣服不好，现在换了，就不会被人误会了啊。可是，什么是汉奸呀？小北怎么还不睡觉？你们不也没睡吗？我再玩一会儿啊。啊，好，哎，咱再玩会儿啊，再玩会儿。从小妈妈怎么告诉你的？男孩子要有自律性。睡觉了。不睡吗？不睡。不睡。听妈妈话，睡觉。明天好好陪你玩啊。哎，真乖。生活嘛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可我担心啊，我们会越来越把梦境当成现实。心里有数就行了。那天我骗你的，我没有烧掉它。但是你没有发火，我很满足。但现在有一些后悔，我怕他总是会提醒你。最终我们还得回到真实的世界。这温大夫的金疮药还算是靠谱的。疼啊？慢点，没事。雨香。嗯。那个吴司令没怎么找你吧？龙九，你有病吧？分不清那是任务需要啊。没事，他是个学员，难免的。不是啊。我知道，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。回来之前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我知道你是个生瓜蛋子，难免会觉得不公平吧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那什么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跟前任镇长是为了做掉他，跟吴司令是为了降服，只有跟我没别的目的，纯为感情。生活这个任务究竟是为了什么，是不允许我们思考的。那干脆我们就傻一点，吃一点，就当是真的生活了。可要是真的生活，你干嘛找一个寡妇呀？我天生就喜欢寡妇。怎么着吧？
好啊，那我就当回真妈。提个条件，结婚可以，但得倒插门。这也太狠了吧！你可真逗，你们要生活我不要啊。女强嫁过去，你们龙家就十口人了，我这儿孤零零一半老徐娘，凭啥呀？哎，既然把生活当真了过，我也不能亏着自己。不是，那可是倒插门，生了孩子得姓梅呀。别想太远啊！但愿你们有了孩子的时候，生活这个任务还在继续。这趟啊，他就肯定没成功，是不是？你废什么话呀？长官怎么说你就怎么听着。我这不就随便问问吗？不是，你说你一个打铁的，穿这么套睡衣，你不觉得别扭吗？不是，我呀是靠他时刻提醒着我呀，我就不是现实中这个人。你觉得你在现实里，啊？如果生活是现实，那么我现在应该宰了萧月，带上小北和月红，浪迹天涯。但是我不能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萧月不是酒坊老板，他是我们的长官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把这收拾了。九铁四，我，九铁四。唉，生活这个任务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啊？你们呐，这叫作，知道吗？如果一切事情都没发生，你们还会琢磨这个问题吗？我们呐，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，挑起战事，变沦陷区为国统区，是因为灭了叶县中队藏不住；灭叶县中队，是因为绝杀了齐渊分队。绝杀七渊分队又是为什么呢？哼，老大不说，我们都心照不宣。傻丫儿，捡了个玉扳指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哎，再这么琢磨可就危险了啊！实行任务而不过问行动，这个基本原则，一是保证任务的单纯性，二是能保证我们单纯的生活下去，这道理还用我说呀？爹，就这么着吧。你们几个在房里都赊了油，趁着都在，赶紧把账结了，别老让我等着了。你这个呀，杀风景啊！嘿，龙父，我们家的油方圆百里，那得是先给钱才能定呢。你们说要就要，还能赊账，够给面子了。你欠了我们家两桶油，秦先生，你也欠了一瓶。你可真会生活呀。哎，那当然了，任务是生活呀，咱就好好生活，踏踏实实的。哎，你们各位还别不信啊，我呀现在就什么都不想，
就一心想让从文当小妞的爹，这叫天伦之乐。来，爹，来，别老拿我逗闷子。哎，你真的不愿意啊？啊，结账。起这么早啊？进屋。进屋。进屋。何佑臻，八下镇平均每个人都经过42道审查呀，我祖宗八辈都查了个底儿掉啊！你说我是不是共产党啊？啊？不对，那你当初为什么救江红英的命？江红英，现在是抗日啊，只要打日本鬼子，我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共，我都要救的。不行，以后姓共的不允许。我告诉你，何佑臻，你别看我平时老疼你们娘俩，你就蹬鼻子上脸啊！我好歹我也是你长官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你疼我吗？当然疼。还有妞妞，你们两个我都疼。那就行。我说，你赶紧从我身上下去吧。要不然，你又来我占你便宜了，啊？你躲什么？我？我没躲。李从文，刚才是我不好，可这也不能赖我。我这心里头有疑问，憋了很久，总得把事搞清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现在把事儿搞清楚了吗？我之所以希望你是清晰的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应该再有秘密。我以前不是答应过你吗？只要我们活着，我就让你做小妞的爹。哦，是是，你的确是这么说的啊。哎，不对呀，你不是跟我说过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事儿当真吗？啊？我说过吗？哎，你这是想反悔呀？不，我没想反悔啊。没想反悔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你说的。李从文，我是怕你心里面有疙瘩，我才把最隐秘的事情告诉你了。你现在跟我来这手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我不是。你不是就对了。哎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还真把自己当个宝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，这装孙子。谁能有我更像啊？我有一个梦想，把那些电影明星啊全部娶到家里来，用他们赚的钱，大把大把的钱，给你和傻丫花，把你们俩养的是白白胖胖的，我这一带出去，多牛啊！太有面子了。死鬼，讨厌，
做什么春秋梦？那电影明星能让你娶了去？小黑，给我站住！都给我坐下。这是对敌人。文大夫，啊，坐下。哦，我对爱情一点经验都没有，让你们给我出个主意，就这么难呀？逃出一把来了，还没经验。龙九，我要听有用的，再给我说废话。葛侯，我现在提问，你们回答。这阵子从文见了我就躲，我到底哪儿做错了？尤振姐，你就是个蠢货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忠言逆耳吗？你干啥呀？尤振，刚才小五子对你的评价不过分的。你说你是有病啊？没错，你来霸下阵之前，你的代号叫蜘蛛，可进了霸下阵以后就不是了呀。你呀，应该对他表达温柔。不看你这样，让你温柔也挺难的。我就觉得，两个人要真在一起了，就不应该有秘密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对。妹妹呀，咱这号人要把秘密都倒出来，连说一年都说不完呢。还真是啊。温大夫，从文他也是干这行的。连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吗？要行动啊，是这素质；可要上床啊，就不是这素质了。OK？ 你学学人家梅寡妇，多有手腕啊！掐准了男人的保护欲，装傻充愣扮无助的，勾的那个吴司令扑心扑肝的给人当亲人。你能不说这事儿了吗？没事，玉香，我分得清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要想让一个男人爱你啊，你就不能强，只能弱。可不用强的，我都解不了疑惑呀。什么疑惑呀？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太在乎，想太多了。尤振啊，你看，梅寡妇这样是不是很柔弱呀？多招惹男人疼啊，多招男人黏啊。对嘛，怜香惜玉，怜香惜玉，不让男人怜，又怎么让男人稀罕呢？月花，你这是乱解成语。我这是打比方。可我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我再装还有用吗？我说有真的，其实。根据崇文的种种表现，他还是很愿意做小妞他爹的。只是被你这一下，嘿，他受惊了。看来要解决他这个心理问题啊，必须要有外力的刺激才是个最好的方法。对，外力刺激。对，外力刺激。给他上刑！你们敢！于主任，局座让我明天过去述职，我下定决心了，清除霸下镇所有的特勤，全部换人。
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中城。这是申请报告，请您看一下。你现在顺应我了？你是前辈，毕竟经验丰富嘛。撕了他吧。什么？他们若不在中城，我早就没命了。昨天晚上我看着我这只断手，想了很久很久，是什么让我如此的冷漠，玩弄他们的性命，去承担本应该由我承担的责任。是恐惧，位置越高敌人就越多，每走一步如履薄冰，敢去相信的人却是越来越少啊。是恐惧，无时无刻的恐惧啊。撕了他吧，错的人是我。他们虽然是棋子，但是他们不容忽略，他们有血有肉。佑天哥，诗兰，于主任，诗兰回来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刚回来，安排在疾控中心了。是我求的干爹，贵州那边的气候我真的适应不了。回来就好。能回来真好。你看，佑天哥还是那个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不，他变了，我也变了。石兰呐，贵州那边很苦吧？我只是找个借口回到你身边而已，我怕你朋友越来越少，会觉得孤单。你不能不理解我，你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。我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，我是个男人，我接受不了这个。可是我爱你啊。别再跟我提爱这个字，咱们之间完了，也甭再跟我提结婚这种事情。龙九，你个混蛋，说出这种话的还是男人吗？啥叫不是男人啊？啥叫不是男人啊？人家梅寡妇倒好几手了，凭啥让他一毛头小伙给接手了？你那种太过分了啊。龙九，我跟吴司令，那又不是真的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对你从一而终，还不行吗？不行，我又不是肖掌柜，我接受不了这个。嘿，你这个小混蛋，老实装你，你还压我，什么？哎呀，不行，打死不了。别打了，住手住手，不能打了，不能打。哎呀，不能打。疼死我了！太不像话了，啊！光天化日，几个女人打一个男人，这是什么影响啊？啊！他不是人！我怎么不是人了？婚姻是两厢情愿的事儿，哪有强来的呀？哎，我说龙九啊，你跟梅寡妇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人家一出去你就想啊盼呢、啊？回来了之后你怎么就翻脸了？温大夫，你不嫌无聊啊？哪有事儿你忙哪凑热闹？龙九，你耍什么态度？梅寡妇为了任务付出那么多，到你这儿来你反倒嫌弃了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我问你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还有良心吗？哎，龙九，
都谈婚论嫁了，因为一个吴司令的事情就翻脸，我想想真不该帮你。龙九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你虽然是个新学员，但是执行任务这个事儿，你还是能分得清的嘛。他不是分不清，他是不愿意接受。这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呢？你想啊，梅寡妇倒了多少手了？他娶了她，他的表兄就一大堆，他愿意啊？问老头，我是叫你来合适的，不是叫你来挑事儿的。这事没轮到你身上，所以你不疼不痒的。人家龙九再猥琐，他也是个男人呢。这是混账话吧？啊，他不仅是一个男人，他还是一个有专业素质的人。啊，我也不是要抛弃他，我就是有点，就是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如果你是个爷们儿的话，你就把他娶了，好好呵护呵护他。瞧他那个道貌岸然的样子，你还懂了是不是？你就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两面派，有一腿就得娶啊。你跟何幼珍有一腿，你怎么不娶她？你不是也在嫌弃她的过去吗？文老头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，我跟李从文有一腿吗？有这么一腿吗？哎，幼珍啊，一会儿再说这一腿的事情。好你个文老头啊！啊，我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啊，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我李从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刘九到，今儿个你要是把梅寡妇给娶了，明儿个我就把何幼珍娶了，你信不信？好，我作证。哎，看来啊，这个解决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树立榜样啊。原来你就是为了树立榜样啊，看来你的话是有水分的啊。不幼珍，没有啊，我这是情到极处自然流露。那你为什么见了我就躲呀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躲你啊，我忙啊。幼珍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最近有多忙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以前的公文呢，我要整理，然后我还要交审，现在新的政令还有管理条文，我得背啊。我光背不行，我还得要理解。我要不理解，我怎么给你们讲啊？行了行了，别找借口了。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是怎么想的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没必要坚持。反正龙九和梅寡妇都已经和好了。不，幼珍。我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口是心非的话，你拿你那个小刀割我的喉啊！你真的不嫌弃我身上有血腥味儿？什么味儿？血腥味儿？没有啊，这分明是女人身上的一种体香。是吗？啊，不，是花露水。月红身上也有这个味儿。月红，那你也闻过？不，我没闻过呀，长虎跟我说的。行了吧你。那个，我知道你对这个事情有一些迫切，可是我跟龙九他不一样啊，我是长官，像你我结婚这种事情，必须得跟组织上汇报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得抓紧时间办呢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现在马上就给上峰发密电啊。没事儿，我可以等。有句成语叫须臾尾蛇，知道怎么解吗？这也能难倒我？须臾尾蛇不就是装孙子吗？答得好。他不是说我。我知道。一开始大家还担心呢。
后来才发现，他疯了，倒快乐了。小伟，小伟，叫爹，叫爹，叫爹，来，你让我儿子叫你什么？嗯，欠揍了吧你！小北京和秃噜也不会管你叫爹。爹。那叫的是我。这孩子怎么还喝上酒了你？破嘴！你说你是不是破嘴？起，你别动啊！王嫂，你看着点儿，别让傻爷又吃撑了。我闺女天生橡皮肚，吃不撑。老王，你老婆惯着孩子，你就别帮了。我们家老王啊，早就说了，我们家傻丫天生就有福气，吃了玩，玩了睡，今儿的事儿明儿就忘了，永远不烦心。王嫂。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是在装疯呢？这装孙子，谁能比得过我们俩呀？哎，你们俩得喝交杯酒，喝交杯酒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喝，三杯。喝就喝。你给我消个点儿，你到底嫁过人没有？我来了呀，被关爱东西给炸死。啊，嘿，咱们的经历这么相似啊，干脆咱们就大伙过吧。让你勾引我姥姥，我打死你！谁？你这个小屁孩！你好，你好，小五，别捣乱啊！打死他！你孩子。
远去的背影，是谁黯淡了昨日的誓言？是谁布下了韬光剑影？是谁为了谁魂牵梦萦？曾经梦想